都显示不出来啊，怎么办？明天晚上11点有法国，太好了呀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却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，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们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，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他，灵更离不开你。盲兔，明天是舰长日，我们要 cos。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却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，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们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，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他，灵更离不开你。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，才冲破我冷水怕我忘心。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东西，却为我的美好形象保密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，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们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，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他，灵更离不开你。这 DHL， 我去踢世界杯肯定比国足强啊，那不可能哈，那还是不可能的，你别乱说啊。我去踢那肯定还是不行，你们去踢那还有可能。